直角转弯一，考试要求用低速按规定的行驶路线一次性90度急转弯通过直角。二、驾驶技巧：一、一档通过不加油门；二、驶入考场时尽量紧贴右侧路牙；三、正前方的路牙一旦被引擎盖挡住视线，就要向左猛打方向，直至打到底；四、看到车头对准出口，就迅速将方向回正。